大家好，我是台湾长笛嘉年华总监卓彦秀。今年的台湾长笛嘉年华，我们有了新的胜利军哦。我们这位最强日课导师尤瑞琳，噔噔，哇！我到底怎么跳进框？我每次都不知道。感谢老师在第四届的行政团队里面加入我们。那老师，我们今年的活动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哎，怎样不一样？我们今年的活动总共有八场，这是哪里来的技能？可以自己尊敬吗？对，总共有八场的讲座哎，也太多了吧？不是一个礼拜只有七天吗？对，可是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就有两场，第一天就要挤两场了，第一天就要挤两场，后面每一天都有一场，哇塞，满满的，满满的干货要带给大家。对，老师，那你知道我们这八场有什么吗？我知道是魔法系列，可是你们的名字真的好玄妙，很难懂哎。好，老师，这八场的魔法系列，第一场叫做凤凰会的世界论坛。老师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凤凰会的世界论坛吗？哦，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真的是人才济济，非常多的长笛的人才都到国外各地去学习，去留学啊，去见习啊，甚至工作。那这个世界论坛呢，就是针对这些在各地学习回来的一些长笛老师给我们的一些经验谈。他们会分享在地，例如说在法国工作的老师会分享法国的生活跟音乐，还有当地的音乐教育。当我们学生想要往其他的国家去做学习的时候，给我们更好的建议。对，我们邀请了有法国、英国、澳洲各地还蛮多老师一起来参加这个凤凰会的世界论坛。当然也有台湾本地老师，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的音乐教育也渐渐的越来越发展。对，而且台湾的教育基本上是稳扎稳打的，所以我们邀请了各地的老师，包括台湾的地区的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关于长笛的各种知识跟美妙的学习过程。是，哇，这就很丰富了。对，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大家有看过那个会飞的小金球吗？那个什么金探才会这样，是打开翅膀，然后去搜寻很多的宝石还是什么宝物？那金探子是乐团片段，对不对？哇，乐团片段要用金探子。对，那为什么我们的乐团片段跟别人的乐团片段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啊？乐团片段呢，我们是从乐曲中的旋律开始去延伸基本的练习。哇，这个太深入了吧？对，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可能先从基础功，然后再去学曲子。可是我们这一次的方向其实有倒过来做，我们从曲子去延伸基本练习。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用在平常的学习过程中哦。这其实很实用哎。对啊，超棒的。对啊，老师，那第三个讲座会是什么？摆脱骷髅的魔咒。骷髅，骷髅长什么样子？就是都没有肉啊，都骨头啊，然后走起路来 kiki。那一定不是我啊，站都站不直那一种，有没有？对。哦，都是肉，因为骷髅啊，它的脊椎是有点侧弯的，所以我们为了要在舞台上有更好的姿势，或者是在舞台上有更好的展现，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舞台的魅力跟身体上面的伸展来做一个完整的结合。那跟这练长笛有什么关系？老师，你有听过缠柔吗？我知道那个什么孙艺珍有学过，她到底在学什么？对，女神孙艺珍，对，到底学什么呢？她其实是缠柔，其实是跟呼吸、跟体态、跟稍微的伸展有稍的关系。对，她好像跟脊椎的调整，对，有很直接的练习。老师，你是不是也有去试过啊？我有偷学，你有去偷学？对啊。老师觉得呢，老师要分享一下，告诉我们，真的会让我们更意识到你是不是直的。光是这，因为我们常常就像刚刚老师讲脊椎侧弯，就骷髅不是这样子吗？就驼背啊，然后大家现在都低头族啊，这样就会很容易这里都很紧，对，然后腰都不是挺的，对，就会其实会很影响我们呼吸耶，对，会很直接的影响到呼吸的问题，也很影响到舞台上面的站姿跟舞台的魅力。对，说实在站得很好，站起来就赢一半，对不对？对啊，那老师，我们第四场的讲座是什么？我被讨厌。
哇，火杯的考验，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题目？我们今年呢，其实会有试赛，对不对？哦，全国赛的试赛，对对，我们这个长笛比赛其实就是个火杯的考验啊，没错，就是去试验你到底这一年来的练习到底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对，我们会从中间呢分析这个曲目的部分，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如何练习是最顺手跟最快速的最有效的练习。哇，这也太佛心了吧，是吧？那个暑假就练起来。对，是的。就先抢得先机。嗯，第五场呢我们有一个从外国来的老师哦，是从哪一国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孙艺珍，对不对？啊，对啊，真的吗？是韩流来的吗？是韩流，好心动哦！是谁？是韩流。我们呢邀请到了韩国的老师跟翻译老师黄珊珊老师有一个对话的方式，他们来分享关于韩国的长笛教育、韩国的音乐发展，然后呢，我们反观他们的韩国来看检视一下台湾的教育、台湾的发展，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可以学习的地方嘛？对，这真的很不错，因为韩国最近古典音乐上的发展真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是，他们在国际的比赛上，哇，拼命的拿奖哎。对啊，那我们当然要见贤思齐喽。要好好的来听一下喽。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火杯的考验，对不对？对，火杯的考验是为了要赢得我们全国赛的名次嘛。那我们纸上谈兵总不是办法吧，所以我们第六场的讲座我们会带来潘怎么会给我们奖杯了吗？当然这个奖杯要靠自己去努力赢得，那努力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由潘宗贤老师来为大家把前面的讲座的内容直接实做就是操练下去，操练下去，练下去就对了。对，那当你在练习中间有任何的问题跟疑难杂症，老师直接解决啊，这个很实际，这个真的很重要。对，不再告诉你说哇，这句要吹得多美，你想想看，想想看，什么蓝色，什么像城堡，你吹给我看城堡，城堡就好了，这个很玄。对，老师直接很实际的教你怎么样从练习的方法达到那个诠释的境界。没错。再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刚刚是潘神的礼物嘛，可是再来我们有神秘的魔法石，这要干嘛？可以 变现金吗？没错，真的假？对，我们要如何从学习长笛开始做变现的动作？怎么变？我真的觉得学长笛人真的太屌丝了，真的。对，就吹吹吹吹吹，然后就说哦不行，这个太商业，我不做。对，所以那商业不做，那我们做自己的老板来学如何做行销不要再喝西北。对，音乐人的行销课，神秘的魔石神秘的魔法师会带给大家要如何去行销自己然后如何做短影音的课程的部分。这个我也要学，这个我也要学对啊，我觉得 我虽然可能有在录 YouTube， 可是因为我们都是真的就是很苦干实干的，然后就录很久，然后剪，然后做效果，一个片子要搞一个月。所以我们请到了专业的行销讲师来为我们带来这个神秘魔法师音乐人的行销课。很棒哎，这样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音乐生活啊或练习的成果都直接制作成短影片，对，然后可以在网络上做行销自己的这一个动作。没错，再来的第八场。消失的古董长笛，跟我好像有点关系。对耶，因为我们最近呢、其实在录那个古董长笛读书会。那这个古董长笛读书会，因为徐炯章先生的关系，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让我们老师之间只有我们这些人看到，不可以。对，我们想要带给所有的音乐学习者、长笛学习者直接面对面的接触到这些古董长笛，你甚至可以来我们的讲座现场来试吹看看这些古董长笛，太棒的经验了。因为我们自己在录制的过程，我都觉得我学到好多东西。对，不够，不够吗？我已经有一点觉得快要饱了。八场，当然我们要加码，加码好，买八送一是什么？买八送一没有啦，没有送一，应该是说我们开了第九堂。
的。霹雳卡，霹雳拉拉。Yes， 是我。Yes， 霹雳卡，霹雳拉拉的日课晨练班哦。哇，晨练早上，同学是早上，早上要起来哦。嗯嗯啊，如果要上班的，记得去调班。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日课晨练班的练习内容？其实就是打开那本日课，有吗？记得把草地带来。那我们大概就会列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课程，嗯，对，就譬如说第四课啊，我们最常接触到最 popular 的那一课，然后再来就是半音阶，半音阶是一个很神秘的技巧，是，其实说难不难，但是还真不容易，对，所以这个可以列一下。那还有针对呢，我们之后不是说要到音乐厅去演出吗？对，是，会有一些合奏的曲目，我也会针对这些曲目挑出一些技巧片段。来设计成日课给大家练，总共有几天啊？日课晨练班每天都要练啊，每天都要练。日课就是日课 ，every day。对，日课不是周课，是日课。日课，所以我们每天都有日课晨练班哦，星期一到星期五哦。对，因为有老师的加入，所以我们总共有八加一啊。对，就是我是那个一。对，八加一的日课课程跟活动，嗯，哇。满满的耶！对，我讲完我有点累了，是不是？对，总共有八场的讲座，再加上每天都有的日课晨练班，哇，今年的活动真的很丰富啦。对，不过我们也知道说来参加的成员有各个层面嘛，有可能是上班族啊，有可能是学生。其实我们这些课程都设计成你可以单堂报名。对，是的，嗯，我们呢是针对12岁以上，你只要会吹长笛，都欢迎加入我们的活动。无论是有没有参加长笛团，你也可以报名个别课，或者是单堂的讲座，也都可以单独报名哦。对啊，也可以整套整套。对，就是你要吃全餐还是套餐还是单点都可以。对，我们谢谢尤老师加入我们的行政团队，这是我的荣幸，感谢老师。那嘉年华见喽，第四届嘉年华见，拜拜拜拜。Keep looking and lie up。